我无。是志良亲嘴甲我讲的。志良，志良，你紧清醒啦，莫甲阿父惊啦。志良，志良，你紧清醒。袂喘气，袂喘气。无惊，无惊，无惊，是阿母啦，是阿母啦。抓掉咧。真要紧啊！抓到一只，一只，你莫紧张，手内已经无影啦，去牵止红啊！你甲阿母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官，阿官是了爸啊，甲小弟保护公阿顺坤啊。啥？你即阵是讲啥？无时间啦，阿母你听我讲，174个字，伊都袂伫我的名，我甲你拼。我只是想要争取我的幸福，过我心目中的生活，安尼敢有唔对？我已经妥协啊，互你做我是安怎？你讲唔肯放我自由？我感觉是咧威胁我的人，你啥物就先放我煞，是人是你？可恶！人是惊水军，是假少爷的代志，别空。我嘛无想要安尼做啊！我无害人命，伊煞要害我死。我你用我害我，你敢无害我？敢无？我跟水坤只是想要摕一笔钱离开家。想做你要当我的奴？想做你要当我的奴？你去死！你再去死！从细汉就认得一个，连家己的老爸老母、小弟小妹，正眼都唔捌看过一摆。煞大概看到你就嘴笑白笑。你送伊的甘露，伊比啥物搁较重要。你讲过的话，伊拢记甲清清楚楚，一字都袂去漏交。伊是安尼甲你惜命命。伊这么疼痛你，落尾啊，说换来这174字，这么恐怖，这么切心，这么绝望的174字，话讲出嘴就歹收回啊！你讲出这174字的时阵，咱就缠无到最后了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我死都袂原谅你。阿公啊，哪会生出你这款的查某囝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跪了。上落魄的时阵，志良又搞你气焰无？伊规家伙啊，对你有够包容无？你是要大路唔行，你去看是好命？好囝唔做，你去做歹囝？你一日到暗干才是去高中，还是要创啥啦？我甲伊规规三出，人生也一个刀仔，要我咱家己消谈呢？你搁戆戆走去甲捡？你他妈歹去哦！Okay.
我心肝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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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你煞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爱的一切。你安尼做，别人是要安怎尊重你？就算讲你要放弃你家己，敢讲你拢无想到，你两个查某囝，因为你承受的，敢讲还无够多？你敢袂当为伊做一个？做一天会当让因尊重的阿爸。Thank you.
流水过河，甘愿被毁掉，我嘛不爱输。所熟悉的你，不是什么大头家，我只能看到一个希望有人真心疼痛的查甫囡仔。我紧，因为我爱你。心就错，留在心肝，点心里多情海。